今天是今天组，啊，这个高度七点几，这个刚刚回忆的。孔庙一宅一庙的啊，就是由三间茅屋，然后扩建为了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孔庙。所以孔庙前身是孔家，2500年。
Yeah.
用那个字好呢，这个里面有吗？大清皇帝御制图修自身宣誓孔庙碑，这个字啊，这个碑上的字不大清楚了。孔庙里边一个是呃成化碑，一个是这个康熙碑的字，非常清楚。对，那些碑可能咱也清楚，但是不是这那个正楷字漂亮。这个因为用人民为骨髓，他们就推崇颜料。这个石匠的碑，石匠的碑，可浅了。太公爵，当年康熙立的。看一下，嗯。 这个大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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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你量尺，量尺，量尺，量尺。
全部的概念。Thank you.
是祠堂。这都是普遍性的，这些普遍的真人。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山东最北的石头。前面。给造钱呢？没远一万人，他们没人管，真的。
我不出街的时候。嗯。这里都是那个清朝北大的，读清朝北大的读书的地方，圣书。
千年美庙，我一定与你有关。电视也不能看，来，请我，请我往中间来。啊。你们先不坐吧。你们一位一位拜，要来这里把香出去，有朋友。拜一炷香是吧？对的。花了十。前面弯腰鞠躬，一拜，全家平安，起。再拜，心想事成，起。三拜，有求必应。我在红叶三五年，我都控制住了，这是我想进不香，那都是。放在上面，然后到后面磕头许愿啊。前方我们要举行一拜，再拜。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好，咱们今天呢，现在去拜拜圣人。什么样的祭祀呢？是官家祭祀。许愿瓶是500多年。主要大事件是其实就是说都必须有的，大殿奉承还是两边还有一个主学上的后台啊，都出来了，出来了，高高的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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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家训看一下啊，昨天书签来说的，今天你拿两个吧，一般都要四个六个，样子不一样的，你拿上去。很小，他是用那个什么表达的，对呀，我表达的。
哎，俺俩出去买了。哎，你算到论分好，哎呦，他俩，你俩那个，你俩搭档啊？啊，我拿了一个喜事的信。
Thank you.
你也是青岛的。活了半辈子。刚才过的几个都是青岛什么大学的，你不是？吃呗，这附近有个有好多好吃的呢。这次都四月四十号截止，我每年都挺多。明年也不久。我倒挺。肉没什么去吃，买个包。那就是旧改建没用。买四年还是九百两块钱。嗯。他那个买的。嗯，我买的直接。看人喜欢了吗？喜欢的可以带给你娘做个纪念。
他这个门不开，这边就是。你看这个老师，你看一下吧，研究汉字，专门研究汉字的。不用了。Thank you.
讲求讲究，是一个一样的。这边铲个小狮子，那边铲个球。美女，你一个人和后边是一起的，多好的呀！
不是这个背不比人家直接漂亮。为啥没有了？二十块钱。这有钱，拿个钱去送。哎，结果呢，秦始皇飞出故国，第五次终于拜登山，封禅啊，然后返回这个咸阳，试图去国，然后呢，听了赵构、吕氏的挑拨，啊，说挖土人，啊，挖土木。啊，绿色绿色，咱吃完饭，吃完饭。从前有中国最最早的孙姓，孙姓最早的名字姓孙，源于姬姓。陈留地也是河南开封县一带，他出自于春秋初期，轩辕皇帝之后，也属于最先进的一种。因为过去没有子孙复姓，官职为姓皇帝次姓和好帝姓，所以每个姓氏由来不一样。
后面介绍的是孙家的历史名人，这个是孙家的象形文字，最主要的是曲阜。咱们国画题采用的都是雕刻。这个要带来。现在你们刚才看到那墓地，12万个墓地，12万，就是现在他们能看到现在的人。在下边是几代几代都是给他们都是在四周分布不均匀了，都是这边是这边夹这样，不是他分64大户，他们老祖先在哪一片，下一代推翻到老祖Thank you.
后来呢，他就对师傅是得好师的。好，咱们看完之后就上这边来。这个是谁的碑啊？这个是截图碑，这个碑呢，在为什么叫截图碑？就是说截图呢，代表的是旁边这棵解树生长繁茂时的一个样子。当时，其实这个截图